皮免费喝。这杂菜不是烧烤是吗？对，杂菜。这个是牛肉，这俩是羊肉。对，这个是三块的，这是五块的。这个是牛肉，牛肉也是五块吗？对对对，因为这是我们保证保质量啊，别人反驳，你要便宜的也有。这种的呢？这边大部分三块的。啤酒免费喝是满二十送一杯，小杯一扎能到四杯，杯子也不小，大概一斤嘛，差不多。行，多少？28.5。好的。要辣吗？啊，要。不好意思，我在这站一下啊。有卷饼，有炸饼，你看你要哪一种？行。我加个饼多少钱？一个饼2块。30是吗？对，30.05。啊，30。你要啤酒吗？要啊。你不是送的吗？对，送的。如果你要不喝酒的话，给你送个券，等下次送给你。我喝。我这是30块钱的，然后送一杯啤酒。老板说是最低20块钱送一杯啤酒。咋啤？哈啤酒，青岛人说哈啤酒。先来一杯。哇，太爽了。哇，这蓝包子的好香啊。青椒。这数量好像是1块。哎呀，太难嚼了，韭菜。臭豆腐。你们喜欢吃炸串啊，喜欢吃烧烤啊，但是如果两者都有的话，我还是宁愿吃烧烤，因为烧烤它毕竟不是那么多油，这个炸串太多油了，本身它都是油了。这是牛肉啊羊肉啊我也忘了，反正牛肉羊肉都是5块钱。嗯，说实话牛肉羊肉我有点现在吃不出来了，反正挺好吃的。我刚才吃的应该是牛肉，这个是羊肉。也1块钱。跟我前天吃的那个烧烤有点差别大了，不过它这个味儿挺好的。茄子。这个小饼2块。然后这里边加东西吧，一个香菜加里边，还有我的鱼豆腐放进去。天暗了，我这没有灯光，所以稍微有点暗。老板还挺会做生意来说，他可能看我是个女孩，说我要不是不喜欢喝啤酒的话，给我一张串，然后下次过来可以。干杯，干净神已空门。拜拜。